小陈的短道速滑初体验。我好高啊，小陈！这鞋合脚吗？不知道呀。大小也不知道，没有感觉。是，他说这样是会顶脚，这样不顶脚就对了。啊，红色是我的幸运色，我的鞋是红的，因为滑得很快。行，教练衣服也是红的。安全第一，好像。不行，我要赢。一大早起床，莫名的胜负欲。自带音效。接下来就进行一系列的，比如起跑啊、提速啊，实现反弯道的训练。第一点要啥？怎么腰吧。对，然后呢？刚才看你吧，这个平衡性还是不错的。然后我们要慢慢一点，对了，哎。还挺好的，现在咱们可以完整的滑了一圈，接一下。一个圈要这么卖几次呀？就是几次。尽量的保证你的速度情况下能卖几次。就是不光卖比较好。你要快，你要张着走，不能马上跑，要设跑。转弯得稳，这不挺好的吗？你看才滑呢，对啊，还没学具体的呢。你这你比有的男孩你都比他们厉害。有的小男孩儿滑半个多小时之后才敢压弯，你现在教你就对了。走吧，来吧，再来一次。对，把腰弯下来。Later. Shut up.
饭了。今天你着急下课，还是怎么的？才半个小时，给我滑累死了。加油，来吧。对，这回就敢玩一点啊！对，好，来吧，五秒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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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来一次，好，哎，特别棒！脚趾头都麻了，没有感觉，不知道是大是小。